同学们好，我们这一节呢就要画兰花。你们看啊，兰花呢是非常明净的啊，所以你用笔呢要干净啊。看画布上啊，你看，先我们画怎么一笔啊？你看啊，这个风呢在中间行啊，从这里开始这样的跟那么一笔一笔的呢，你看啊，这里你看啊，第一笔，第二笔。第三笔啊，那个啊，这第四笔啊，第五笔啊，那这样的第六笔，这样那个，你这个顺序呢，你开始画的时候呢，你照这个顺序来画。那么画的熟练以后呢，不要随便这么画，从这里画这里画都一样的啊。那么这个花瓣呢，你看从尖头上啊，没在这里这样过来的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。上面画到下面的，不是从这里画出去的啊！我来示范一下啊，摘一下啊，摘的少啊，淡墨水上摘一点点嘛啊，那么这样上面下口下去这样的，那再这样啊，这样，你看这样的，摘摘清水啊，清水好了以后呢，再摘一点浓墨，在这个。垫子里稍微调一下啊，也可以这样过去，这样啊，从这里也可以过来，这样你看啊，这样也可以，再蘸一下啊，这个就是，你看啊，这个就是中锋啊，清水啊，清水好了以后呢，再蘸一点浓墨啊，稍微混一下垫子里啊，稍微混一下。那么，你看啊，风在中间行，所以很圆润的啊，摘一下啊，没，那这里也可以上去，这样那么上面下来也可以，摘一下清水啊，再点墨啊，那你看啊，从这里下去也可以啊，从这里过来也可以。那么，带的呢也会这样一横呢，在也是在中间，风也是在中间行的啊，这样比较饱满啊。再看啊，那么你看这个尖呢，翘到那边的啊，翘到那边的，那么你要从窄过去呢，从这里呢，不能这样画啊，你看要这样画过去，这样，这样画。那么，如果要这样画呢？应该这个头呢是稍到那边去，这样啊，照那边，这样。那么我把它组合起来啊，画啊，组合起来呢，兰花呢，你看这两瓣呢是它是碰在一起的，这几瓣都是花开的啊，但是张开的样子啊，你看啊。我是从中间开始画啊，这幅啊，这样一笔，那么这里再补一笔，这里再一笔，再蘸一下啊，这里一笔，这里，那么点心的时候呢，要趁色，这样点上一下，让它融洽啊。那么，如果你花是照下面的呢？你看，那么衬色，点上心。你看这个画布上啊，这一朵呢，这一朵呢，它还刚刚开啊，刚刚开的东西啊。那么你要注意啊，它也是很明净的啊，清水里面沾一点点啊，一起糊人了啊，三张叶子一起经营的，一边啊，这里好了以后呢，马上点上心。
行，哎，真钉上行。那么你看啊，画兰花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这个手啊，自己的手来变化。作为兰花手啦，啊，你看啊，那这种啊，你看像兰花的手一样啊，变化啊。那么你可以参考啊这个手势啊，你看啊，这个这样一变啊，这里一变哎，这里哎，这一变啊，那么这里还一变啊，这样的，像五个指头一样的。那么啊，我们可以试啊，这样一遍，点心了，好像人的眼睛一样，哎，一点以后呢，他精神就出来了，哎，他的一定要力度，你不会怎么画，那不能那，这样一遍，哎哎哎，那这样一遍，看着好像，但是你这个风啊。你这个风在边上引的，哎哎，不是在中间，那这样的风在中间行，哎，你看中间是带的，边上是浓的，哎，带的花瓣呢，哎，也是在那么长的呢，是这样啊。你看啊，我画那个瘦的花瓣啊，你看啊，主要是要中锋，所以兰花的组合呢是非常优美的，哎，它某些结构呢好像，一个舞蹈的一个人的。舞蹈的动作一样，哎，基本上呢是500一只，哎，500花瓣啊，哎，在这个，哎，你可以从下面画上去，也是这样的。你只要要领是中锋，哎，我这一组花瓣呢比较浓一点，那么尽量呢，以后呢尽量要淡啊，淡墨水啊，上面呢放一点淡墨啊，一点浓墨里面混一下，变成淡墨，哎，这样出来呢就很明净了，你看啊。带了就叫明镜，哎，那么你花梗啊，那么再点上啊浓的花心，哎，这样精神就出来了，哎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画那个花的，整个花枝上面的组合了啊。同学们，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画花杆跟花结合在一起了啊。那么花呢？杆子呢也比较淡的，所以我们也要用淡的啊，我从下面发出去啊，这样，那这样点一点，蹬一下啊，蹬一下，这样出来。我这个花呢是属于下来，所以呢花呢进的比较多啊。那么这个画好以后呢，那么花啊花里我们可以画花里啊。那这样一蹬啊，这样，那么一蹬，这样一蹬啊，下面大一点，上面呢小一点啊。那这是花梨的啊，那么我再画一根啊，
那么画呢，从下面开始画啊，下面的花呢比较开的比较挺了，已经哎张开的很大的啊。画到上面呢，哎，它呢有的呢还没有开呢，所以呢，上面可以，稍稍开放一点，哎，这样。再到上面呢，一直画里，那么再点上花心，好，这个一组啊出来了啊，那么我在上面再画啊，中锋，花杆呢要有点刚，很刚的东西啊。要蹬一下，蹬一下啊，蹬一下，蹬一下。那么从下面画啊，像这个呢都是下来，像春天的春来了，它就是只有两三朵啊。我看啊，可以从下面，这样从上面画下啊，这样，这里可以画这么一小朵啊。这个是春兰啊，春兰的花蕾啊，那么春兰的整朵开放的呢是这样的啊，这样，好，再点上花心啊。接下来呢，就要把那个兰花跟兰叶组合起来啊！我开始画了啊，先清水啊，饱满的笔上啊，那么再墨多蘸一点，一气呵成，一株兰叶了，一气呵成啊！你看啊，我可以从这里先发啊，一边啊，这里啊。再一下啊，好，接下去呢，我就加兰花啊，从这里呢也可以加一，这个呢，我从这里加啊，会画成全部开放的啊，那么这边上呢，这一种呢，变成刚刚要开放的样子，下面还可以画一朵。补上心枝啊，弄小鼻啊。心枝呢，点的时候呢要有呼应，这样再过来，
好，我们整体看一下啊，整体看一下，哎，好，我们再来画一组啊。现在这一次呢，从这里发过去，哎，捏笔来发啊，哎，开始，这样，收住啊。我们呢，这道呢画作花啊，那个春天的兰花啊，春兰，春兰呢就是从这里开始画，先画花，哎，这里一道，哎，这里也可以加一道啊。春来了，两三度，哎，这里画一个花梨，用小笔点上花心，好，那么这里好了以后呢，我们这里再补一刀啊，这一种呢。这一种呢是这样横过去的，那么这一种呢，我们呢可以呢再稍微这样往上啊发，哎，你看啊，先这一笔发，小心胖啊。这个叶子呢，这里还可以发出去，哎，站一边啊！你看啊，这两张叶子呢，好像有点平硬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铺啊。那么用兰花来铺，哎，这里呢，西花兰花，哎，这一边。这里也可以加，上它密。哎，这里灭了，本身灭，咱们再灭一下。哎，花蕾加在这里，点上花心，这两种兰花呢啊，可以变成一组了啊。啊，我们再可以画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画一株兰呢，要把它根部都裸露出来啊。兰花的根呢很有味道的啊。那么，西花叶，这个叶呢长而飘逸，哎。这里也可以画过去啊，那么这里呢要画根了啊，根呢，哎，一般的比叶要淡一点啊。那么这个笔上呢，浓墨要少一点啊，也要有淡，哎，有粗，哎，文破中锋，哎。画好了以后呢，哎，用胶一点的墨画上，淡的淡一点。好，那么就开始画花了啊。花的组合呢，
可以从这里出去，画在这个里面。另外一种呢，可以画在上面。花呢，可以又浓又淡，基本上我这么一杆花呢，我就是一次性这么，使它又浓又淡。那么点上花心，花心一定要浇满。浓得不得了的浇满，好，这一组呢，整个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啊，它这里呢很紧啊，这里松啊，松紧，这里面呢要。处理的有致啊，好，这里呢，我们还可以画一个小的啊，它的根啊，对的，那么再加上。花啊，口一称啊，那么花心，一是简单，一是难画，可以了，一大一小啊，可以，我们整体来看一下，整体。同学们啊，我们兰花的作业呢，今天就教到这里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要教大家，临摹名家的作品了。再会。